来喽，我的猪猪花友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。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颗精品蓝白鸡五边形有荧光羽，妥妥的十生根系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球体特征除了标准的五边形游壳粒外，油也非常饱满突出，是妥妥的小精品级别的。下面我们将分环节对球球进行介绍。尺寸测量环节，球球直径 3.1 厘米，整颗植株长度为 4.1 厘米，根系部分长度 2.2 厘米，尺寸参照对比，大家可以看左侧330毫升可乐，这是侧面球球尺寸参照对比。重量测量环节，球球重 14.5 克，参考重量对比罐装可乐重 357.3 克。皮色还原环节，大家可以对比左侧的达芬奇校色版，球球皮色是非常经典的蓝白鸡。总的来说，我个人觉得这颗球球的主要卖点有标准的五边形油，饱满突出的油颗粒，蓝白皮色，金毛，规整圆润的球体，粗壮健康的十生根系。说到根系，大家看，这是球球刚刚回来时的根系状态，我在两个根部浅浅的剪开了口，然后进行了杀菌处理。这是球球现在的根系情况，蓝色的是杀菌药百菌清。好了，下面请跟循猪猪的镜头，一起去欣赏这颗球球的美吧。好了，本期性感猪猪在线分享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对球球感兴趣的猪猪花友，欢迎评论互动。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爱你猪猪。